交換場地。如果咬得緊嘅話，對索尼嚟講，佢嘅應該係有優勢。優勢係啦，因為後半局佢係喺好比較好嘅一個場地。如果索尼呢一個佢贏咗，後邊仲難估添，嚇仲難估。不過咁啊好啊，其實大家嚟睇啫嘛，係嘛？無非就係睇更加激烈啦。係啦，邊個輸贏對我哋都一個好好學習嘅機會。對於決賽進入決賽嘅，如果中國隊進入到決賽，打呢兩個隊實質上咧都差唔多，都差唔多啦。冇話邊個隊更加好打。前十屆的奪冠記錄呢，就中國隊六次，韓國三次，印尼一次。三六一諗啊，真係又俾你撳到啱，諗到啲閪嘢。其實今日印尼啲啦啦隊坐呢個位咧，我哋先頭諗過一下，佢仲倒不如前嗰五日。在最高那裡就扯曬旗咁嚟罰佢，可能仲嗌得行。佢而家坐咗嚟下區咧，後邊啲觀眾唔放過佢嘅，你一企起身就喝翻佢坐低，係嘛？好球啊！突擊，索尼嘅控制搶網，好球，假動作嘅挑球。咁真係可惜啊！嚇咁多拍嘅控制都過到嚟，喺自己個。他又要求可能比較高啦，依個搶網，他諗住搶得貼人哋挑，一挑他又有得劈。實際上睇佢拍面啊、手法啊、出手都好合理嘅，就係運氣，呢啲就係運氣。競賽就係咁殘酷。半嘅五啦，做咩失誤啦？係人工。所以依家呢個時候咧，定啲啊！調整換啱亦利用了很多嗰啲古靈精怪嘢去清醒自己噶啦，睇下依家索尼啊識唔識出呢籠啦？係啦，哎呀，而家就係驚索尼呢啲，哇！呢三分行得快，接發球顧忌太多啦佢，係無厘頭，我哋講嘢都唔夠四句就已經去咗三分。其實喺呢個情況下咧，索尼佢可以一調整換接發球嘅話。我不一定話要好高質量，我向中間個中間放入去先。你勾又唔好勾係嘛？你挑又唔好挑嘅，硬係唔舒服。係喺中間出嘅波咧，係對方係有顧忌嘅，一個唔覺意出咗界啊。冇錯，你打邊線就出界。冇急，係唔使急。再嚟個。哎呀！哎呀！嚟，索尼真係唔好彩呢分。這個、是一個很經典的攻防啊，係嘛？係。姚成換一尾嗌麥漢，哇！索尼呢下進攻主動進攻，兩個回合之後自己又打失咗。依一分的打擊啊，比前邊嗰兩分仲要大。你睇，其實已經成個 pass 趴到都唔知咩款噶啦。佢唔係林丹嗰啲打得咁靚啊嘛，係嘛？呢啲係進攻同埋防守球員佢哋嘅，真係經典啊！呢啲，唉，調轉好似第二局咁，第二局就係阿索尼領先，而家決勝局裏邊咧，朴成桓又有四分波，幾辛苦啊！朴成桓而家越打越節整喎，我哋講嚇。佢實際上就係自己嘅心態好，啊，對於呢啲級數隻腳咁有力嘅運動員，佢喺啲水度打佢都唔會滑親，啊，佢但係咧就整色整水，係啊，佢整色整水咧都係要去做一件咁嘅事啊。哎嗱，要求到我嘅頭頂配對角劈到離行離辣，所以我哋話朴成桓呢個人其實佢唔係打嗰啲穩定嗰啲多拍嘅人嚟嘅。咁你索尼咧就可以連續多拍，你咪同佢捱下睇下得唔得？好球啊！索尼呢個假動作嘅推球，冇急千祈冇急喺跳高。所以明顯看得出不敢拉啊！嗬，所以你俾佢對方的位置啊，俾中路咧守個又唔好守，又容易出邊線嚇。嗱，攻你俾對方攻，俾佢中路去攻咧，佢又不可以攞角度，所以都是一種依家依個比分的時候咧，可能是最有效的啦。你邊個夠膽去打啫？係啦，最有效的戰術嚟㗎啦，目前。當然打呢球自己嗱係啦，冇錯啦，佢放中路先唔得係嘛？我就拉起身，再好過你直接。嘅失誤，
球死啦！死啊！好球！哇！呢、這個球都係咁靚諗啊！反而被動被動咧就唔使死，主動主動嗰個自己打失啊！真係呢幾日都係咁啊，本啊！實際上佢都唔係被動，呢啲波都唔係被動，係佢一種戰術嘅需要。我就俾個位置你，你攻我啊，我有準備嘅，呢種準備係好關鍵。但係動作好難睇喎，成日都好咬曬框。實用就得㗎啦，揾食就得㗎啦。嗱，好啦，呢兩分真係好重要㗎，將個比分拉近到5-7啦。人嚟隊嘅索尼，如果按照場地嘅影響嚟講咧，索尼能夠攞到8分俾你交換場地，已經係都係啊，都係有優勢啦。好啦，再攞一分，幾送㗎啦。呢啲大禮啊，朴成冠啊，接發球都接失咗，製造懸念啦。其實就算佢哋呢啲咁高級數嘅運動員啊，潘 Sir 嗬，喺呢啲咁樣嘅比賽嗰啲場地咧，佢自己都知道佢喺第三局開局嘅時候，佢係處於一個好嘅；到後半局咧，佢係處於一個唔係咁好嘅局，所以佢前半局佢自己都好急噶，好想最好就11-0添。因為他已經知道個場地嗰種對自己發揮的影響啦。係啊，有都係過唔到。唉，引嚟啲自己都擰曬頭啊！諗下諗下，點解有咁唔好彩咧？係嘛？生死波啊！呢個啊，過得去你就攞唔翻。記得咁唔好彩係嘛？8-6，韓國隊朴成冠發球。出嚟，好球！呢啲球真係放棄呢個波就真係唔啱啦。呢啲肯定喺個弧度嚟講，哇，差好遠啊！仲有2-3個球位先，係啊，先到界外。咁先頭嗰局啊，朴成冠喺嗰個位又係咁樣，即係可能個風今日係有仲係有少少，因為而家朴成冠嘅逆風位。好球啦！佢要俾朴成冠，索尼想贏呢場球嘅話，一定要俾朴成冠更加之耐心，因為你而家從第三個咁樣慢慢路咬住上，係對佢自己索尼係好有利嘅。大家觀眾咧，好似睇呢個場地嘅影響啊，唔一定就係話嗰個波喺底線出界嗰邊就表現喺。即係話嗰啲風向啊，表現喺啲底線出界嗰度，係嘛？實際上咧，個運動員已經考慮到呢樣嘢啦，佢先至產生嗰個變化，個影響就關鍵喺嗰度。啊，唔好以為話風向順風嗰邊，佢一定就成日出後出底線，好少，反而好少。點解咧？佢已經掌握到呢樣嘢啦，佢已經去刻意咁樣去控制自己啦。但係咧喺個控制過程中出咗好多失誤，佢就係場地嘅變化。10-7，啱我哋講，睇下可唔可以攞到8分。係啊，好關鍵㗎呢個。大前4分同埋大前3分轉換場地，又係朴成冠佢自己對喺後半局嘅比賽嘅一個情況啊，好嚴峻㗎。其實打到潘 Sir 啊，你睇下打到而家呢個局面啊，佢哋同樣都會有極點出現㗎，睇下邊個可以將呢個極點提前啲去搞，即係調整好佢。如果到咗18分、17分先出嚟，咁啊真係啊問水啦。哇！好有耐心，索尼。哎呀！哇！口未完，前頭嗰幾拍打得咁好心機，最尾出手呢一下。嘥咗，交換場地，朴成冠11-7，嘥咗嚇，好關鍵啊！要翻